球还是吕俊虎被吴子涵过掉了，只能杨宇森来协防。篮下又是转换。青岛这个赛季他们的快攻得分是联盟第14，已经倒数第7。人家开场得4分，切出来，再卷进去，王睿泽挑战2分打进。啊，这边是吃到了一个无球掩护，还守联防啊。要到周佳毅再打进去，这个球传出，但是现在就近找人了，就近找人了，换防，王睿泽强突给的不错，比较深，小抛射，这球还是来自于王睿泽。王睿泽这个赛季真的很多时候像明星球员一样打，篮板球又拼到，拼到今天太拼了，就是一次次砸，一次次中间看扣位再进。啊，今天这个三分一颗一颗又一颗，一个段王军，一个王睿泽。王睿泽本场比赛的第一记三分球，就推车给拖车给手对手，防得非常靠上。打到左边空位机会，吴虎也进。青岛今天那个侧翼的三分球回应，哎，这边没接好。不过达里今年回来，他这个身材保持有点成问题。又是王睿泽。要2分，孙浩钦被撞倒。卷走底线，2分打进，1分32秒。哎，罚没罚进？今天又一进攻篮板。哎呦，长篮板球。哎，空位出现，王睿泽一回合得4分。好球啊！3+1啊，王睿泽20+了。啊，赵佳毅在篮下非常积极的要外，非常积极要外，换人了。顾全主动换防，打2分，2分打进。我们还是说，就是4打4，在半场4打4。还是这边的手机手，你挂再来要投远距离三分投进，王睿泽，这是杀死比赛的一球、啊。最强二轮秀，全场欢呼，高举双臂，属于你的夜晚。今天会有无数人在晚上，如果您还没投票的话，把票投给他了。